喂，谢总啊，最近资金周转困难，可不可以给你借点钱周转一下？周姨，周姨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周姨。看你急的，什么事啊？搞得慌慌张张的。不好了，周姨，刚刚我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，说你儿子公司啊，快要破产了。什么？快要破产了？你别胡说。周姨，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？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跟你开玩笑呢？你们，你们过得还好吧？我们都挺好的，不用你来看我们。你先回去吧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坐在这里呢？不进屋呢？儿子，你回来了，我有事刚到，走累了，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最近你过得还好吗？妈，我过得挺好的。走，我们回家再说。不了，我就不上去了。我就是想来看看你，带了一些你喜欢吃的蔬菜。正好你回来了，我拿了爬楼，你就自己拿上去吧。就先走了。老公回来了。我刚才在楼下碰到我妈了。那妈没跟你说什么吧？她什么也没说，就拿了一袋子菜，看一下有什么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。喂，邓总啊，听我妈说，你妈把你家老房子都卖了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我妈把房子卖了？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他还没到你家吗？那你赶紧去找找吧，他带那么多钱可不安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老公，其实妈今天中午来过，但是我不知道她把房子卖了，所以我什么？你还不赶紧出去找！我妈今天有什么闪失，我跟你没完。妈。妈。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那样对你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小雅，你快起来吧。其实我也没怪你。妈，我们回家吧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。妈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回家吧，以后我会好好孝顺你的，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对待的。是啊，妈，小雅她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走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家吧。